今天我们的 vlog 非常的短，阿立刚才预估了一下，恐怕也就两分钟，我预估可能不到一分钟。今天只有 highlight 就是我们疯狂作死。一会儿，这是我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从山的某个地方，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缆车，这个可能是什么 crystal ridge 吧。哎，对对对。哎，那这个其实挺高的。挺高的。那还可以，那还可以。然后我们就找地方就录一录，然后。就是比较放松嘛，随便摔，应该今天雪也不错，然后不会比较痛。好，等会儿见。比较短，也可能会比较长，剪一下就知道了。咱们等会儿见。